我是广志，然后就是我在前面确实是不小心赢了呼兰跟周老板，你知道，但是也没有特别厉害，就用一个词形容，就是小人得志，你知道吗？现在节目大家都看了是吧？对，然后我是那个周杰伦的颜粉，这样的。弹幕里好多人说我长得特别的像周杰伦，你知道，我就特别的开心。因为我录节目之前的演出，我们观众就大家看我长得像哪一个明星，他们都说是张全蛋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为了阻止我像杰伦，都把张全蛋给逼成明星了，你知道吗？就为什么现在大家突然一下又发现我像周杰伦了呢？就是因为我在比赛期间用了那个樱树流光瓶护肤，就我的皮肤由内而外光感透亮。就透亮到什么程度，我现在感觉是我身上最大的闪光点就是我的脸。就樱树流光瓶让我不用打高光都直接达到了我颜值的高光时刻。就我们这期的主题是请别遗憾离场嘛，其实就是我从事脱口秀之后呢，我就从来没有过遗憾，因为除了脱口秀之外我也找不到其他更好的工作了。就是当你越是没有选择的时候，你就越没有遗憾，你知道吗？就我的学历呢是大专辍学，就我的人生就没啥选择。我不像其他的演员，他们上来之后就可以经常可以介绍自己什么是交大毕业，或者什么是个学霸，对吧？就每次轮到我的时候是个人霸，我就不是吗？我身上确实没啥闪光点，知道吗？就我每次演出的时候。海报上介绍我的那一栏我都只能写上一句是一个山东人，就每次主办方看到之后说话也都特别的委婉，你给我滚。 就我们这个海报贴出去是为了吸引观众来看演出的，就你这一个山东人，就这是凭借什么吸引的观众呢？观众是都没有见过山东人是吗？是，观众来了之后一看，哎，我台上有一个山东人，你们这个演出也太酷了吧，这就不可能，你知道吗？就我现在是自己一个人在上海生活嘛，就我发现我妈现在特别的关心我，她关心我关心到什么程度，就我最近发现我妈开始通过那个微信运动监视我，就我有时候偶尔会睡到中午12点才起床嘛，然后这时候我妈就给我发微信问我，哎，你今天是怎么了，为什么还没有起床呀？就这个问题我就不敢轻易的回答，因为没起床又代表还没有吃饭，就是不起床是小，不吃早饭在我妈眼里是一种违法行为。我那个时候我上学的时候，我都不敢跟我妈说我一宿舍人都没有起床，因为这种行为在我这种情况在我妈眼里就属于是聚众不吃早饭。就是我遇到的困难的事情多了去了，我妈都不关心，我妈就关心我到底有没有吃饭。我妈跟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，你现在在上海，我根本就不图你在外面能挣多少多少钱，你只要是把饭给我按时吃好就行了。就每次我妈跟我说这句话的时候，我都会产生一种错觉，啊，我终于还是要回家继承家产了吧？就是，而且我的微信运动一旦超过10000步的话，我妈这时候还会给我发微信问我，哎，你今天是干什么去了？你是不是出去玩去了？你和谁一起去的呀？是男的还是女的呀？这时候如果我说是女的，我妈就会问啊，那你们俩是什么关系呀？如果我说是男的，我妈就会说啊，这我不相信。就我妈最近会一直催我找对象嘛，就在我妈眼里，我现在在上海找不到对象的原因是我接触不到女生，你知道吗？其实我妈不知道，就在上海这种城市，大部分年轻人大家单身的原因根本就不是遇不到优秀的人。就更多的人单身的原因是因为你周围优秀的人太多了，你不知道该选谁，对吧？就像我们这种舔狗就不知道该舔谁，然后就这种感受追星的女孩完全能够理解。假设说让你在肖战、王一博、易烊千玺还有我们我们四个中让你选一个做男朋友的话，你肯定会非常纠结啊，对吧？你肯定会纠结，你肯定会想啊，这可怎么选呀，这都是我的菜，这肖战也是我的菜，王一博这也是我的菜，易烊千玺这也是我的菜，何广智菜里还有一个虫子，对吧？假设你周围没有那么多优秀的人，假设说你周围就只有张全蛋跟我们俩的话，你通过简单的一比较你很快就会选择出来，对吧？你通过简单的一比较你很快就会选择就出家，对吧？而且你选完之后就不再遗憾的，你知道吗？
就我觉得我现在这种状态其实是好的，就除了年轻就一无所有嘛，我觉得我这种状态非常的好。就我这种状态它可以很好的甄别一些女生，比如说一有女生她一靠近有钱人的话，大家可能就会觉得哎，这个女人她肯定是想要不劳而获了，她肯定想要实现她不劳而获的理想了，对吧？像我这样但凡一有女生靠近我的话，我就知道那这个女人她肯定是想要嫁给爱情了要不然她图我的啥？图我长得像杰伦吗？就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，让我们面临一些困难或者说面对一些选择抉择不了的时候，就为了不让自己遗憾嘛，然后很多人就会喜欢找一些名言名句来支撑自己。就每个人都是这样的，就我也一直有这么一句话，就每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我都会想起来这句话，就这么多年来支撑我面对困难的这句话就是穷不过三代。就每当我遇到想解决所有的困难，你知道吗？就全能型的精神信仰，就是从概率学的角度讲，我一定会非常有钱，因为我就是第三代根红苗正，你知道吗？我从小就特别的相信这句话嘛，然后就以至于我入戏太深之后，就导致了现在这样一个问题。就像我现在每次回家跟我父母在一块吃饭的时候，我只要一听到我爸他说他马上就要挣到钱了，我就特别担心。你说啊，怎么就要挣到钱了呢？就我走的时候还好好的呢，就你这一挣到钱，我这辈子这不完了吗？好，谢谢大家讲那么多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谢谢。